在卧室的房门底下装一个密封条，一年能帮你整一套房哦。它是一批发泡棉的材质，弹性很好，两边高中间低的设计，能直接插到门缝底下，多余的部分裁剪掉就可以了，能起到防风、防虫、隔音的效果，开空调会更省电哦。卧室的房门底下装一个密封条，一年能帮你省一套房子。它是一批发泡棉的材质，两边高中间低的设计，能直接插到门缝底下，多余的部分裁剪掉就可以了，能起到防风、防虫、隔音的效果，开空调会更省电哦。一二三四五，嗦咪嗦啦啦，就把这首歌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趁着厂家直销，我又多买了两个。反正也就几十块钱，谁都买得起。我都打算回购送给亲戚了，你们想要的，点击下方链接就能买了。在卧室的房门底下装一个密封条，一年能帮你省一辆车子。它是一批发泡棉的材质，两边高中间低的设计，能直接插到门缝底下，多余的部分裁剪掉就可以了，能起到防风、防虫、隔音的效果，开空调会更省电哦。快点击下方链接购买吧。